干，怎么卡了？不好意思，等一下哦，剪片软体没关。早安，早安。你们看一下这个场景，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怎么笑我？笑我什么？哎、欸，我不能动。这边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没错，我那时候讲说这边乱挖，结果发现这边哇。这个可以挖，然后就一直挖挖挖挖，我的天！你们我现在开这个看一下，我这边闹鬼的地方蛮多的哎。现在是用轻松生存的种子嘛？哇，这边有哎、欸，真的附近好多废矿哦。是枯工的。这是僵尸的哇！这两个真怪打很近耶。玩笑，我家在……靠，我家在哪？我家在这儿。这是我家。我应该也不可能挖到这边来吧？这边完全就不像是我会挖到的地方啊！你看，一这边有废矿，二毒蜘蛛，你看毒蜘蛛生怪砖，护工生怪砖，僵尸生怪砖，太不合适了吧？这边有个毒蜘蛛生怪砖，我的天哪！多少啊？太屌了吧！这边，那这个是我想说，看上面会不会生城市，结果还真的会生呢、欸。那就盖了一个在这边。等一下哦，我们要斜斜的挖过去、欸，才会遇到这个。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对吧？很多事情不能强求。等一下，我家是……哎、欸，其实还好哎、欸。三，我家如果是零零的话，我这样挖过去，白光出现，挖200个而已。好，那我们先。做正事吧。哎、欸，不是这个。好，开始问案咯。对不起。TS 安安、校园安安、北面安安、陈轩林安安、老巨安安啦，感谢老巨的50颗星星。TANZINGXIANG 安安，我觉得好眼熟。哦，没有，不眼熟。安安哦，看一下，还有谁？啊，小雨安安 ，JB，JB， 你不会是那个 JB 吧？是吗？哎、欸，是不是很久不见的 JB 呀、啊？哎、欸，好久不见，真的是你耶 ！Hello，Hello。你看，想想当时还是你帮我画 skin 的。等一下，还有谁哦？好久不见，谁？凯欣安安、马田安安、杰西安安。JR 哦，我之前说叫你林就好了，林安安。
TION GNN， 还有没了？子怡安安，等下，我现在视野是宽，所以，附近有18多只怪选项。其实这样也可以耶，像淡淡的感觉。你看下面都是棉花糖的味道，吧？你有没有看到了？我不是讲凯星吗？教主现在有2条影片可以审核，你也可以看我跟空鱼整理的那个。你说表单吗？我看一下哦。现在好吗？你的衣服上有兔兔眼睛吗？没有呀。等一下哦，有人在问我的人设。相簿。我好扫自己的图，我的天哪，我在干嘛？都不画自己。白光出现。哇，那怎么都那么少在画自己呀、啊？天哪！等我一下，我找一下。我怎么找不到自己的图啊？哭啊！好哭哦！心安安，找一下、哦，我有没有近期画比较好看的啊？真的是没有小心有梗有没有我啊？我看一下哦。懒惰时画旧人设的我，没有啊。我那个我有分冬天的人设跟夏天的人设，因为那时候就是有讲冬天的，如果那天夏天的人，对吧？冬天的那个人，如果是 coser 我夏天的样子，那不是。你画了啥？要花太多的人都画那个，所以啊，其实我会画那个冬季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短袖穿外面，长袖穿里面，那再加上我喜欢穿的裤子都是大腿旁边都有口袋的，就是工作裤啦，我就穿那个比较方便。那人家说很丑，然后男生穿那个东西的，
我觉得很好看啊，什么操？影像显示设定。如如安安，如如安安，好。夏天，还有谁没按到吗？应该都有吧。如果你们要看完《动物之森》，要等那个了，要等最快礼拜四啦，最晚礼拜六这样子。因为我们家 M 他最慢也要礼拜六才有班。我看一下哦，一二一二，不要追，不要追，no 追，no 追，no 追。体育员救我！靠，嘴硬推暂停。啊，可惜啦，烦 死待会3点半要开会，不然机长就去讲这样。可以啊，好，路上小心哦、喔，不是路上小心啊，加油哦。安达的心，安达的心，啊。哎、欸，喷出来了，捡到一组哎、欸。所以我们去把这改好一点点。哎、欸，今天轻松生存没有音效包，因为今天太混乱了，没有音效包可以捡。我觉得身上都要放一组垫脚石哎、欸，因为我以前身上也都会放一组垫脚石在身上。哒哒哒哒，哒哒哒了，哎呦，反正挂在这边就够了，开这个视野挂这边就够了耶。不是啊，开这个视野挂这边应该有哎。你看，有耶。夸张，嘟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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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好像才那时候开不到1小时的成绩吧。你看，升怪压制如果压得好的话，啊，多完美啊！啊，完美，完美不是美。哦，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把我的好变成一种罪。你们会不会 DC 打字打一打，然后突然会复制一模一样的字出来啊？会吗？我最近应该说一阵子的打字，可能打好像超过10个字以上吧。然后可能说啊，你们在干嘛的时候要打 Enter 的时候，就变成啊，你们在干啊，你们在干嘛嘛这样子。
DHIQING。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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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时候哦，也你们也会哈。那差点每次都不小心打一大堆，好像皱纹出了，有试过，你们都有哈。像昨天你们那个，我看一下哦，昨天在那个哪里聊？哎，不，昨天在我们 DC 聊的那个嘛。聊那个西西字幕啊，我说阿玲阿嬷歪歪，我有说只是单纯的语助，阿玲妈妈歪歪迟迟这样子，成为心安安。我本来想说，如果今天我的 Switch 来的话，我就今天就开动物之声，不参加巧克团了。结果天算不如人算，今天还是要当巧克团，来参加一下哈。哦，参加。繁星，哎，我怎么不能打字？繁星，匿名的狐蒙是谁啊？狐猴是谁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哦。对啊，都换新的，安妮的大头。也是啦，这个做人不要太强求，我们要懂得知足，才可以长乐。好厉害哦，什么好厉害？今天巧克团是鬼抓人，你是说这个很厉害吗？这个其实不厉害啦，我只是把洞穴里面有擦亮。然后就只是挖一个深坑而已，这个不厉害啊，这个是失败过之后挖的啊，讲到就难过。嗯，你干嘛迷路啊？就你最特别。选项来，我们来棉花糖视角。哎，晚上就没有棉花糖视角了，晚上的雾散去了，是不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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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看一下哦，附近24只怪，我觉得它很安全呢、欸。他好像真的不需要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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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繁星，你在刷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刷什么哎，我就是只是找地方挂着而已，因为跟观众聊天。对啊，因为来展示一下我的史莱姆农场呢，因为要怎么讲？一个人生存这样的史莱姆量就其实已经够，所以我其实理论上不用继续挂在这边了啦。啊，只是说，因为我们轻松生存要研究怎么那个嘛，那个清水的机器，对不对？那个我记得要就是粘性活塞，然后观察者，侦测机吧，就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史莱姆粘液啊。可是，在那个轻松生存要弄成这样子，其实有点困难，因为我们附近的火洞穴火把都没有擦得很干净那再加上多人的话，没办法做到生怪压制啊。因为多人的话，一晚上的话，只要有人在地表，那地表就生一大堆怪，就史莱姆生的机会就更少。再加上，因为。这个地理你其实我那时候在观台后就是乱绕嘛，然后有其实这下面有一个好像是峡谷的地形，
那就是乱穿插乱穿插，我就是把里面有插插一些，像这边原本不是填平的，这边是原本都有洞，那挖到我就进去把火把插一插插一插插一插，那有挖到就进去插，挖到进去插，然后附近就怪理论上都是生在这里面了。如果像轻松生存，我应该说多人伺服器啦。如果是我跟兔窝或是那个点点这样玩的话，我们都会去，就是他可能会听我听，他们可能都会听我的，然后我要他们做什么就去帮我把这件事情做一做。那代价就是这样子嘛，出力，可是后面的成果都很棒啊。像玩泰拉瑞亚也是啊，都会叫他们帮我把这个区域清空，然后清完之后就去盖设施，然后后面他们要什么东西就直接去那设施挂着就好了。那现在就是最近都是挂着，然后我去查乐谱自己玩，哈哈哈。找一下什么阿拉丁简谱，阿拉丁的简谱，看一下哦。啊 ，Whole New World， 其实史莱姆那么多没干嘛？这边是哪里？等一下哦，看一下哦，3543113，我觉得我的音有跑掉哎。我的哆瑞咪的咪好像我怪怪的欸，对啊，怪怪的。算了，放弃。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吧，那个做羊毛。我是要玩别的游戏，别的游戏就没人要看了。选项。然后国外啊，有一个人，他很天才，我也觉得他很棒，就是他完全不用铁巨人，也不用那个岩浆块。他是直接放了两只那个，那叫什么？味道士，然后命名成什么酱哦，还是什么？然后命名那个的话，就是他会攻击附近所有生物，包就一大堆生物嘛，然后就下面全部用那个漏斗。漏斗矿车在那边接，繁星等一下有 8.6， 什么 8.6？ 什么 8.6？ 可是我还是想弹乐器。我觉得他是下不来了啦，你们怎么想？要让他在上面，还是让他下来？
欸，其实我当时应该养那个什么，轻松生，我是说轻松生存啊，我当时应该要养那个，想不起名字，牧羊人，因为我们有很多染料嘛，啊，前面羊毛就是牺牲一点点卖给他，然后得到绿宝石之后再继续换到可以用染料换，我们就可以用骨粉去刷那个嗨。蓝冰除草，好，还好、哦，留在那里吧，龟龟神像。对啊，那再来，我们一直说要繁殖羊，哦，真的好懒哦，因为没事开台就整地嘛，这是我的计划，可是好多沙子哦，哎，下一集就有它了，下一集就可以听到我惨叫了，这一集还没有，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太混乱太好笑了，这一集就是一堆混乱的场合，哎、欸，这集没有什么重点，就是都很混乱。还是养羊养在这里呀、啊，反正也没有什么用。这里羊毛就懒得整地了，直接把羊养在这里了。I will show the new world. Shine.那我们先去拿，可是这样子，我想一下，要土，啊，既然没有要播，既然没有要玩，我就播歌吧。剪片音乐，我今天一直拉肚子哎，我今天一睡醒之后被家人叫去银行办事情。然后办到一半就肚子痛，一回来就是上厕所，然后刚刚剪片剪到一半又跑去上厕所，我是快死掉了。周日一起，他说我寄信给你，是谁啊？巧克力你好，我是278。我看看邀请名单，昨天玉米棒我觉得不知道耶、欸、不太像啊，等一下我去确认一个东西 Gmail 去看一个信，冒昧打扰一下，四月五号星期日晚上八点。哦，啊，八点。加入。等一下，怎么会有无缺？
没有。刚收到那个邀请名单内，但是发现里面有兔窝的人，说嗯，总有名字。好，我们又回来了。嗯，看一下哦，多喝水，我水喝超多，我跟你讲。欸，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水，就在这两个礼拜，应该说这上个月，应该是我有生以来喝水最多次的一个月了。就因为在养痘痘啊，不养痘痘啊，在保养我的脸啊，就狂喝，真的是狂喝水，狂吃水果。好，我们。到土雷啦，在这里。嗯，想说保留这片墙哎、欸，烦哦、喔，好烦呐、喔！不会真的要挖了吧？好啦，挖就挖，谁怕谁？然后这下一句蹦，你妈大西瓜！我忘记这是哪里来的讲了、欸，突然就骂你妈妈，到说你妈大西瓜。你干嘛？PVP 地图，哇，好屌、喔！你怎么办？动力又没了，又不想挖了。哦。36吧，好，我们就进这个下午挖不挖的玩呢、欸？还是繁星又放弃了呢？来下赌注，哎呦呦呦呦，我们究竟会挖完这一块，还是我又放弃了呢？那这边外走是多少？68。我是跳出威胁啦，关掉关掉，应该也可以。我是直接回信函去，那我回去再加信箱，阻止，加加。68、67。好，完了，高度不一样，我要放弃了。首先，先产出一个9×9的啦。嗯，不能太远呢、欸，这边应该可以。完了，我已经想放弃了。虽然只是铲沙而已啦。哎呦，弓不需要。然后。
那这些沙子啊，我就直接丢掉了，不想要了。等如果以后真的需要沙子，我们再去铲吧。好累哦，好不想做事哦，懒癌发作咯。好了，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好了，盖完了，今天就到这边啦，啊。先去测验了，拜拜拜拜拜拜，奶奶加油！啊，放弃放弃放弃。嗯，看一下哦，六八这里。火把要重插了。嗯，看一下哦，嗯，这边切过去，没开声音？怎么没开声音？有啊，不要骗我。这里，你是说讲话没声音，还是你没开声音？好像有点太高咯，过头咯，挖过头咯，挖过头咯。等一下哦，这边是何许人也？负1074，负1074哦，负1074。
安安。好累哦，好不想做事哦。好，拜拜。平安。哎、欸，星星会不会被吃留言啊？我怎么没看到有东西出现啊？什么湖？安安 ，S I L V E R。不然我真的想放弃了，不想盖了，好没动力哦！我怎么了？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动力都没了。从账单中挣脱啦！好啦，恭喜你，感谢你的100颗星星。
好了，我觉得我今天的运动量到了。啊，我真的要放弃了。欸，不行，我真的没动力。糟了。洋洋。看，我都看那边了。没动力，没动力，没动力。好像最下面一排插歪了。哪里？我去看，我去看。好, 好，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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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去检查。我现在找不到人生方向。欸，黑色羊毛。可是我觉得我头还是好晕哦，虽然有比上次那个，比上次玩到想吐的感觉好一点，是应该看医生啊。哪一边？这边吗？这边歪了吗？一二三四五，哎，真的哎，哦哦哦哦哦，好的。这里插歪了，这里一二三四五，不是啊，可能真的是最近累过头了吧。嗯，起来第一件事情马上剪片，剪完片，做完封面马上开台。这样讲，我现在一天大概睡十小时嘛。因为想想，一天大概睡十小时，然后剪片现在开始都剪，反正以前不知道为什么都可以剪一个小时就好了，可是最近都要剪到快三个小时，所以我是11点开始剪，剪到2点吧，然后2点好了之后再上那个开台。然后想要算一下，睡觉十小时，剪片三小时，那叫13小时了。然后可能下午就是看情况开台嘛，有时候是4小时，有时候2小时，那我们就算3小时好了，这样就16小时。再加上晚上的，有时候都开到5小时、4小时，16+5=21，所以我只剩下23，不，我总共就是。23小时在做事情，剩下3小时，剩21小时，对不对？我只剩下3小时的休息时间。银安安，因为以前年轻啊，真的是老了。想想，你看，连现在玩游戏动力啊，没有是，我想说可能就是麦块目前没目标，可是现在就觉得太累。太累，哪来的目标可以用啊？早点休息，不是，所以我现在在休息啊。我现在就是尽量不要去做那些，什么？所以我不太想打那种 PVP 游戏，像那个斗阵之类的。斗阵那些是还好啦，至少你的目标就是要赢啊。可是重点就是输了会很没动力，也不是没动力哦，烦啊、哦！不能把坏情绪带出来。没事没事，我来改作业，改作业喽。工作室，字幕，
社群，你也太快了吧！20分钟哎，去改一下印尼爸爸跟印尼妈妈哈，印尼爸爸、印尼妈妈，印尼爸爸、印尼妈妈，储存。一日系列已发布。社群啊，我知道了啦，一定这首歌太慢了，害我想睡觉。我要听嗨歌。我死掉了。嗯，好，那个女仆哈记，玩一下谁上的？丁玄。好像是快死掉了、哦，看一下哦。已审核完毕，但是女仆哈记空语哦。好，来看空语的。审核中。你们要看吗？还是我拉一个，另外再拉一个视窗啊？看一下哦。标明改作业，新增来源，这是什么、啊、哥？单人游戏别不够框，不够完成。哎、欸，没有啊，骗人！明明就不能再显示浏览器。那个谁，马田，你骗我！移除。所以要显示浏览器，浏览器新增，浏览器显示器截取，还是浏览器啊？色彩媒体浏览器来源，浏览器网页确定，欣赏。这个确定哦，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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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新 OBS， 可是我的不是 OBS 呢，我的是这个啊，那个有看到吗？我的是这个版本的，欸，什么 STREAM 的这个版本的，我是这版本的 OBS 哦。等一下，我拍晕一只蚊子了，我还喂蟑螂，不，哎咻！移除，我的是这个版本的也可以吗？
竞争来源改作业，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呢，没关系啊，总有办法的嘛，对不对？这样子，这样子，都被你们看光光了，可恶！这样，这样可以了吧？那把这个关掉。哎呦，好像可以哦。麦块在下面改作业，这样可以吧？就你们要看麦块还是要看作业？我在旁边改，我这样改作业应该可以吧？然后好，就这样子。团长，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团长，哎呦呀，因为有，真的，团长，哎呦，来抓到空鱼的第一个的啊！对不起，这也不该抓的，来，这里，这里，这里，团长，哎呦呀，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在喵喵喵。空语啊，空语！喵喵喵！他那个碟怎么刻的就不怪吗？你要放哪边比较好啊？我感觉放哪边都会挡中间史莱姆哎、欸。你们喜欢哪边？左下，好左下。那我画面调一下。哎呦，这好帅哦！呜，然后这时候要把这个画面有没有拉到中间这边来？没有，这样感觉就很像感觉不出来。我有没有要这样子才看得出来？那就还好了。我干，好晕哦！我把上，我看到。我把上了颜色的字幕放到繁体字那。那些是你改过的字幕，可以。我还是不懂这怎么用欸，因为它不是要一个什么什么鬼的编码吗？它那时候点开来看，结果它是出现一串什么编码？嗨，安安 ，D H I W N 安安。哎呦，抓起电脑！差几嘞？要怎么分啊？这明明是哈记讲的啊！这是哈记讲的空语啊，空语不在。哈记，差几嘞？错。几的？哦，看到标题教主要玩动森了吗？要死啊，还没啊，就礼拜。抓决定了啊！干嘛、啊？怎么会这样剪啊？啊！这样子吗？
试试看啊。我这边真的差点灭团，快笑死了。看到旁边那个被咬掉，就知道不妙了。他跑开了。痛痛痛痛痛！快死快死快死！救我！抱歉抱歉，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什么很奇妙？有突袭没错啦，但是就这条啊，怎么这条、啊？我开始怀疑自己审核完没有储存，来不及了。然后嘞，没存到吗？他们都站在那边不动哎、欸。哈？你们要不要上来一下？就在小雨楼上这里，超奇怪、欸，太危险了吧！不要！楼上这里，超奇怪、欸，太危险！哇，我是不是真的感冒了？完蛋了！你们要少一个可以支持的对象了。奇怪、欸，太危险了吧！不是超怪了，他就站。爸，不是超怪了，他就站着，然后我，他就站着，然后完全不动、欸，哎，然后好像是子弹上膛的感觉，然后就不动这样，我觉得超神秘的。哎、欸，还是他们其实有在动啊？哎、欸，空宇上超猛，他完全没在动啊？为什么？真的哎、欸。他都，然后我刚刚不是喷嚏往旁边打吗？打到我的手那个椅子的那个靠把上面，然后刚刚手去沾到，哇，怎么那么湿啊？把 YT 四目上传上去，再加那个人要用的颜色就可以了。什么意思？我等一下，我先换个画面，我去打开你贴的。哎、欸，怎么蚊子那么多、啊？你们来喂蜘蛛吃的是不是？猪猪又有蚊子了呢，猪猪，打开啊，嗯，好，现在画面在这边，我是要把，你看这边就是说要什么上传储存，我要怎么存？我是要把那个，我要去哪里下载这个东西？下载那个 YT 的那个字，我要去哪下载这个东西？我只有删除草稿啊！我不懂的是这个啦。YT 字幕那边哪边？你们现在有人有空可以开麦教我吗？YT 字幕哪里 ？YT 字幕啦！动作哦，我看到下载了，有，下载，然后嘞，我的电脑低潮，啊，又放低潮，要爆了。剪片，新增一个 YT 储存，然后你说上传吗？载入，YT。他说没有符合的啊，我载了啊。你看，他说没有符合的啊。我有在说明
怎么用在帮助那边？帮助你有在赖群吗？你有在 DC 群吗？那等一下、喔，我先研究一下、喔。帮助你帮助在哪里？SBB 对啊，是 SBB 档啊。我只知道不知道怎么丢进去啊。哦，我开错位置了啦。开启。有，我应该是成功丢进来了啊，只是啊，我要怎么用？选择帮助在上方，什么帮助？哦，帮助，好麻烦哦！我的天哪，靠，这个头就好痛。来，请问看到这个，你们头痛不痛？有，我这个载好了。第二步，如果没有讲者颜色的设定档案，则可以转换成另外一个档案。我头好痛、哦，我头好痛。有，你看啊，开启我传好，然后嘞，储存，不是啊，载入，对啊，你看刚看到这个，因为我昨天有尝试，我有按到，我有看过这个，啊，他是还要找那个，你看你的色块这个颜色的那个，他要去查。我不行，我觉得以我现在这个精神状况来讲，这个真的要先放着了。我现在真的快不行了。怎么加号？你会是不是？就按加号。嗯，问一下哦。这样子，加号，然后嘞，这要干嘛？请问这要干嘛？有广告。你哦是指这个、喔？这是颜色嘛？这个我知道啊，可是还要再去查啊，颜色编码。哎呦，啊，帮助。哦，这比如说像打哈记嘛，这次有谁啊？刚刚有哈记、音乐团团。啊、哦，我先好了，繁星、哈记、团团、允月、杰克、小雨。少谁啊？
酱油。哎、欸，少谁啊？是八哥吗？哈记、哈记音乐团团、杰克、酱油、小雨、洋洋，我们缺谁？我的天哪、啊！还帮我查好了，这么好。哦，有白痴哦，刚刚那个是零呐、啊，哦，白痴哦，刚刚是零一二三四六七八，好，再来，团团浅，诶，团团是浅绿色，这个团团浅绿，酱油深绿，云月黄色，杰克灰色，洋洋粉红色，靠呀！杰克 DC DC 什么鬼呀？杰克团团团团，阿基阿基有了，怎么阿基这个跟你不一样？阿基云月。小雨，酱油，哎、欸，少了泱泱的，没有泱泱的，泱泱，团团哈基，哦，等一下，我现在这头是真的痛了、欸，哎、欸、是有物理感觉的痛了、欸，不是心理上层面的痛哦、喔，我现在头是有物理层面上的痛哦、喔。好，然后这样雷转换预览，哦，哎、欸，哎、欸，好屌！然后嘞，然后嘞，然后嘞，这样子好像就轻松多了。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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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你们这些文字先存起来。喂，等一下，不行，看。有那个，真的是怕那个有一些资料漏出来，真的不是有什么片片啊，因为片片我也讲过了，我干嘛存在电脑里面？我的游戏都已经快爆了，我还把片片存在电脑里。剪片 YT 色块编码，色块。是啊，是真的有个那个啦，有一些文件在啦，不能公开出来。粉红色，不然就开台一起看啦、啊、对不对？好，洋洋，不然就是我们那个 DC， 然后找个房间开始看。好，这样子。我是之前有看到你在 YT 上面用那个字，那字字有颜色，觉得哦好屌哦。然后嘞，这个可以把颜色按储存做储存，在哪里按储存？哪边可以按储存？这个吗？储存。哦。这个嘛，存档。哦，所以我觉得马田很妙啊！他从一开始那个哪时候，你画我猜那时候教我用一大堆东西，我觉得干这个人是 OBS 内部人员吗？
还是有在做，还是谁的管理员这样子？因为上一次让我觉得这种鸡婆到太强的人是那个我家小秘书，他就是他鸡婆功力就是已经帮我真的什么都快弄好了，就是鸡婆到这样子，让我觉得这个人也太危险了吧。好了，那这样子勒，转换吗？你知道马田，你真的是那天强到我真的是觉得你也太鸡婆了吧，你到底干嘛？因为我真的上一次觉得鸡婆的人让我觉得很烦躁，就是我家小秘书。像这种的话就没办法了，对不对？这种就算了，没关系。两个人同时打字，团云小，没关系，这就算了。我哦啊，我知道了。我们应该等一下再来用这个。我们先把这边弄完，对不对？先在这边弄完，然后下载过去。再弄就好了。看来我们要分开打名字了。对啊，我来啊，这边分开打就好了。等一下又有东西，又有人密我，这个不能看。好，没事，是说阿米狗的东西。我看一下哦，这个关掉。所以你们是说麦块开到最小？然后这个拉到最大，这样子吗？还是你们想看这个画面？我看一下，这个往下拉，这个放这边，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很有感觉？好啦，我先剪完这个，然后再重新传上去看看。不行啦，我觉得。啊、哦，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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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做一个取舍、啊，要么是工作的画面大，要么是游戏画面大、啊。叫小雨团团，好、啊，好跳，好跳，然后就不动这样，然后就超神秘的。看一下哦，这个几分几秒、啊，白色的字。1分43秒，1分43秒，1分43。哦，这里，这里啊，小雨，咚，这个复制，这样子。这样就 OK 了吧？哈？你们要不要上来一下？就在小雨你楼上这里，超奇怪，太危险。工作，好啊。路旁不是超怪，他就站着，然后完全不动哎、欸，然后我看看，好像是子弹上膛的感觉，然后就不动这样，就超神秘的。哎、欸，还是他们其实有在动啊？好，好跳，好好好，他完全没在动啊？为什么？真的哎、欸，他都站直直的。他们还没上班啊？他们在等开台，在等开台、啊。哎、欸，那我可以直接把旧的，就是下载，然后再重新弄上去，不是吗？这样子。等开台、啊。他在等开台啊，这是开台前的准备啦。是我在等开台，还是他进弄的？哦，这边是你怎么不动了？应该是啦，
再拼一次哦。你怎么不动了？对啊，你怎么不动了？你怎么？你走不动了？你怎么？等看啊，还是哈基弄的？不是，因为我看后面后面怪在动，他在干嘛？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那这边就是一群人呢、啊。好啦，不然就大家好了。小雨，那你再帮我跟大家说，都加字幕吧，不然分开打。月也辛苦你们了。哎，马天，我问你哦，那如果像这样子弄好之后啊，这边有下载的吗？就是，我要在哪下载啊？请问这边哪边可以下载？众人也可以啊，反正众人就一定白色的嘛。就是点，靠，等一下哦，麦克先关掉。我先，这是哪个画面啊？我先点哪一个？这个是储存这个颜色的吗？那点这个吗？转换嘛，对不对？啊，我点好转换之后，我要去哪传？这边哪边可以上传？哦，这个、哦，这样子吗？上传档案，然后再选那个答案就好，对不对？好，我好好好，我好懂了，我好懂了，没事。马田牌普拿藤，一定搞定。看到了，看到了，太魔吗？我的，为什么？为什么你动，他跟着动啊？他们跟全部在那边呢。一切都要等哈记耶，他们。可能刚好我站在那个位置，谁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还在等我转向看到他们，他真的在等你耶，太好。而且这两次的轻松生存都没有突袭跑来耶，好笑。我们在他旁边走，他也完全不动耶。对，我们刚刚全部站在旁边看他，超好笑。等开台的，每错误展示出，感谢熔炉单次货说。感谢熔炉单次获得经验量自己。哦，我听到这边他讲感谢杰云，杰云你去哪里？我听到、哦，感谢杰熔炉单没有感谢杰云，感谢杰熔炉单次获得经验量自己升二十等，你有办法一次升到二十等？你有办法一次升到二十？对啊，你们都很辛苦，而且你们是帮义务帮我哎，我更觉得很愧疚哎。哈，哪一个？哪一个？可以熔炉啊，你就一直积经验在里面，不要一次领。我其实可以一次领二十等出来了，只是我不想跟雨月去抢那个任务，他应该会很难过。这样子我就是一次做到两个嘛，阻止他人完成任务之类的。嗯，你懂吗？那塞满不是就64？不，他会一直烧，一直烧，他会累积在里面。你可以用那个，哦是哦，对，控制杆把它锁起来。要是我这时候声音就很好听啊，对，控制杆把它锁起来。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后的声音好爆，我的麦克风又怎么了？起来，要的时候在流出来哦，对啊，要的时候在流出来什么？是很刺激哦！对啊，我是说讲什么？要的时候在里面。是哦，我是说用出来吧。刺激哦！对啊。哦。所以那个是需要自动熔炉吗？其实我们轻松生存可以盖出自动熔炉了啦。只是就是需要用到连闪，
是自动熔炉吗？阿莲伞就是很吃材料嘛，像就是要复制羊毛跟那个用仙人掌制造仙人掌机这个东西，但我是怕伺服器承受不了啦，所以就没有跟了。我就自动，没关系，我下次去盖盖看好了。而且现在大家都有经验修补，有那个自动熔炉真的会比较好一点。想起昨天的影片规则讲解那段被加速了，然后看了一遍记录档唱法。哇哦，你好聪明哦！算对，就是自动熔炉，你要就是把那个一直往下吸，往下吸嘛，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就是继续烧，烧一个之后你领出来就好了。哦，那隐约应该很好解这个任务，我觉得。我现在在烧石头啊，只是对啊，你疯狂烧，你应该没领吧。你就把它存着，然后到时候然后偷偷去帮你把它吸出来，偷偷把它吸。太坏啦！哎、欸，最右边这个超难啊，虽然说钻石很多。然后管理员这边有新增的抽奖箱，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箱子有一个，不然就是我觉得可以那个什么，就是等有铁巨人之后做一大堆铁桶，我们去地狱捞岩浆，然后捞回来就是一个人帮忙一直去补嘛，补好之后就是让一直烧。记录档没背景音乐好听，哎呦。聪明哦，这箱子不太弄不出来，所以如果你要用那个工具抽奖箱的话，你找我。你好正哦！哦、oh ，哎、欸，你今天真冷是不是这样啊？看屁啊！我继续完成任务。哦，他害羞了。等一下，你真的也是沉默。你真的是一样。等一下，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去看一下 YouTube。等一下，我不用啦。我看。那你们说什么？等一下，我不用啦。等一下，我又不用啦。我看你哦，他说用啦，看一下啦。YouTube 看一下，看一下，好不用啦。对啊，挂号害羞。哎呀，乱源就是要乱到底嘛，对不对？用啦，我看你用啦，看屁呀、啊，玩游戏啦，看屁呀、啊。没有啦，没有，看那个反应应该就是了啦，不用去戴眼罩了。什么不用去戴眼罩啊？应该就是了啦，不用去戴眼罩了。不用看也知道啦，不用戴眼罩，你们怎么了？不用看也知道。来啊、喔，再听一次哦、喔，这个，应该就是了啦，不用去戴眼罩了，不用去看也知道了啦。不用戴眼罩是什么啦？不用去开始了，可以去朝圣一下哈。有时候你看，就改开始改作业，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哦、就可以找我嘛。如果我还醒着的话，我不知道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填空题很好笑，有没有？现在也是另类的公审嘛。可以去朝圣一下，记得回来。朝圣。记得回来，这边记得回来，那真不能打字了哦。记得回来，啊哈哈哈，回来，朝圣完记得回来哦。哎，朝圣完记得回来啊。对，没错。我怎么了？目标只剩两个人啊。我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仆。剩两个人啊。我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仆、啊，怎么了？哦，好烦，哦烦，烦心陨月哦团，新乐团，新乐团。哦，那你应该要说喵啊之类的，喵，主人，喵啊之类的，喵，这样子，应该要说喵啊之类的，应该要说喵啊，喵啊，
喵啊之类的。喵，主人快回来！要死，传统很久没来了，传统。要死，我再也不去了，吓死我了。传统，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传统，哎呦呀！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他那个叠什么客人就不怪吗？没有啊，我们也觉得很怪啊，对不对？好，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啊？什么都不行哎、欸，不好意思啊。Nice 团，好恐怖，我觉得害怕。哎、欸，你们再多调情一点、哎，我就可以剪进去了。拜托，我需要。又想剪呐、啊？我需要，我需要团董。需要剪，不给你剪。好可怕、哦，这是怎么回事？只要有熏就好了，是应该不用很久。嗯，对、啊，只要下面有火龙就好了。那个夜妹，哪里？哎、欸，夜妹十个了，那妹长一点点，然后就不要长一点点。哎、欸，哪里？哎、欸，夜妹十个了，那个任务是。那 A 五，再五。怎么会有？应该这样讲好了，怎么会有？你们觉得后面打那 A 屋这样子挂号，这样好还是就是后面打前面打怎么会有，然后后面挂号台这样好？你们觉得哪个好啊？觉得嘞，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前面是打台语，后面是打翻译，或者是上下翻译这样子，就是不会后面打个台，然后前面是打个已经翻好的，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突然讲台语，什么又是 AH， 对啊，我觉得就是让你们可以学啊，后面就是。讲那个啊，后面挂号台，后面挂号台，你们是习，所以有还是分一半一半哦？因为想说这样子你们可以学啊，像令阿嬷歪歪你们也可以学一下，像讲个什么巴拉溜丁那种东西，所以还是一半一半对不对？嗯，好啦，这个我再。哎，夜妹十个的那个任务是还没有人解掉、啊，卡在门口，我十个了耶！哎、欸，那你去拿啦，那你去拿，耶！我拿到两颗钻石了，耶！哇！哇谢谢主人，两耶！我都还记得，天哪！谢谢主人，两耶！谢谢各位小主人。哎呦！哎呦，就是我们除了竞争那个抽奖，哎、啊欸，真的小雨很少会可以笑成这样。你都觉得小雨的笑声也很好玩。小雨，灿笑。哎呦，就是我们除了竞争那个抽奖系统以外呢，啊、还可以今天要决定你的一个。职业或者是称号，职业乞丐哦，你看我又扮演的很好，我就是乞丐啊，马上选我要乞丐，反正令阿嬷歪歪就是你阿嬷歪歪只是个语助词而已，你可是令阿嬷叽叽，令阿嬷 AA 这样子啊，不是叽叽啊，对不起，我因为我刚刚看键盘，因为 Y 的旁边有 T G H U 我看到 G。对啊，反正 YY 就只是个语助词啊。你妹她学会定阿骂 YY， 嗯，你要谢谢哈记啊。我就觉得定阿骂 YY 很好笑，所以那是我会知道那是因为很早以前哈记那时候他应该还没认识团团音乐他们，那时候是我们那时候还是私下蛮熟的时候，也不是说现在不熟，就是之前玩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有一阵子就是没有跟哈记玩了，就。
有时候就是朋友圈会这样就变来变去啊。我一直都会很把握跟朋友能那个一起玩的机会啊，只是就知道他好像去做麦当劳还是什么，就比较少玩在一起了啊。是之后玩过那个他的见面仪之后，巧克力就带我回去玩，又重新跟哈基这样子又玩在一起了，这样子红。在红石口袋之前，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认识鱼干菜渣他们呢、啊，应该说就是鱼干菜渣玩巨魔的把我拉进去，然后之后就是跟哈基他们比较少接触到，对啊，但是之后巧克力就是又因为我那时候又开始想哦，好像开始那时候人生又有点没目标，然后他是想帮我把 YT 拉起来，然后就带我来玩歼灭这样子。你看到拉克斯，对啊，我的桌布这样子，拉克斯，欸不对啊，你们会看到秘密啊，白痴我在干嘛？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什么不该看的，又被看到了，好像有欸，我看一下哦。怎么喜欢你的一百种原因啊，白痴！哎，好像还好，还好，还好。我没有把什么不该存的存在桌布，那个有一些是什么地址、信件、社团的东西，那还好。拉克斯，而且那个什么，这个法术盗贼拉克斯是我第一个买的造型。更新的可以用来分人的颜色，但转换后会变成这个，记得重整网页。哦，所以我可以就是团团，然后用那个符号，云月那个符号，小雨那个符号来用，是不是？有啊，我刚有看到那个。我刚好看到 Lumi 贴给我啊，所以他说他还捏我。哎、欸，给我一下 Lumi 的粉砖。我好像还没有去点赞呢。Lumi， 我怎么找到 Lumi 洗脸机啊？那是什么、啊？哎、欸，我找不到 Lumi 的粉砖，求粉砖。哦 ，Lumi 白痴哦，想说照你打英文。Lumi 小日子，因为刚刚我不是说有人在问我的人设吗？就是 Lumi 啊。好，点个赞。好了，继续我们的工作。感觉如果教子玩动身的话，会花一堆补补家具跟衣服。我就是先换那个谁，我的衣服，点点的衣服，然后就是搞一些补补出来这样子。没有，就当时也，你们当时就谁，我就说。兔窝的有些人啊，就以为我像鱼竿也是，以为我会抢首发，因为我是说我没有主机啊。然后那时候犹豫很久啊，所以我想说奇怪，这种牧场物语类的，你不是应该会玩吗？我说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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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到处乞讨，然后挂号到处乞讨，有没有？
好，可以吗？也是可以，也不是不行啦。对啦，是这样没错啦。我当 RP 玩，太多只了吧？这个 what the fuck？ 超多哎、欸，我一直听到。我们家头上好可怕，真的都没睡啊，没办法、啊。要不要睡一下？好可怕啊！刚好今天人比较少，可以睡。啊，是我的弟弟耶。阿辉已经好，我教你们弟弟的离。阿辉已经好。好，我教你们弟弟的离线。哈利路亚。哎、欸，对，我应该拿个盆栽，然后挨家挨户说。我本来就是做那么多木船，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是要放在那个谁家的门口，然后就坐在那边一直在喊，就是说好心的大哥大姐们呐、啊，可怜可怜我、啊。对对对啊，伸出快伸出快快快！可是你这样子还是他没有睡到，这样子这样子还是会有我这一只夜。明天还会有一只。明天换你啊，那我上去了、啊。我想办法上去了。靠，好远、哦！我躺在床上了，我躺在床上了，团团，好远啊、哦！我躺在床上了，团团，好远啊、哦！远啊、哦！团团，女仆躺在床上了，对，女仆不可以睡觉啊！你睡觉，我在帮主人暖床，暖床，要靠薪水，用肉体偿还。哦，我觉得害怕。我附近有怪物在游荡，等一下。谁？哈基没在你附近、啊。哎、欸，我是忘记这句讲什么，可是我刚刚是发自内心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啊！哈基不在你附近啊，是吗？啊，真的？谁？哈基没在你附近？谁？哈基没在你附近啊？哇哇！直接说你不是妖怪啊！他这边在的故事，他等下给你鬼压床哦！团团起床哦！行了！主人起床！哎，我觉得啊，如果真的有这种那个人帮你，就是叫你起床，这样感觉很恐怖哎、欸，而且一定会醒。你要试试看吗？不要！要说你眼睛张开，发现另一个人在你旁边躺在你旁边。哎，这样很可怕，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就突然有个人眼睛睁大大，两眼瞪着你，然后说啊，早安。哇，你们竟然会有这日文，是你们去找的吗？好屌哦！找到你咯，可怕耶！所以万一以后你交女朋友，然后你这样子看到旁边一醒来看到一个人盯着你看，你会怎么样？我会说你也冲啥回啦，我会说你在干什么？台语，我这边我改一下好了，我会说你在冲啥回，因为加这个有个好处是我们兔窝有个水滴鱼，它很强，它学一些怪怪的东西啊，靠背啊。他学一些怪怪的台语都学得很快。你冲啥回？等一下哦。你在冲啥回？你在干什么？啊，这样子嘞？你在冲啥回啦？你在冲啥回啦？你在干什么啦？还是就这样折中，后面挂号台语，下面再一个。有没有这样子折中？我想要。你给他洗脑哦，要。我想要。你给他洗脑哦，要输过。你看这边都是台语啊。哎呀，你要驚真的翻不出来，驚死人哦。挂好台，
你要你要惊死人哦！当哦，要修贵哦，要修贵就是不能分，就是要修真的只是一个，我们翻译成妖兽，妖兽就这样而已啊，要修。对的。一刀起来，看到直接一拳挥下去吧。根本佛跳墙啊！对哦，最近那个游戏很夯，真的。佛跳墙，佛跳墙。他就你说他一起来就给他一拳，那你女朋友很可怜嘞、欸。他过没多久，那个脸会就会变绿色了，因为全部凹陷。他只是看着你起床，然后就被揍了。对啊。没有，对你刚刚不是提到职业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哎呦喂，我有在想说我要当建筑师还是什么鬼的？你说建筑师？怎么你要不是 D 杯是什么？八步吗？对啊，然后每天上线都要来问我们行不行，绝对有问题。对，然后我的版本是绝对有问题啊，杰克有问题，杰克超有问题、啊。反正他不在，随便讲，随便讲，耶，谢瓦肯，耶耶 ，You meet you。哎呦，有人手机响了、哦！哇啦哇啦！啊、哇啦哇啦！啊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这应该就很好学了吧？哇啦哇啦！哇，就是我的台语哇！啊哇啦！还不赶快去领餐？还不赶快？泽平问我说：“你有没有穿蜜蜂装的图片啊？”哈？你说本人照吗？本人啊？问号？啊，所以是有吗？我好像印象其实有类似的，真的假的？你还真的穿过、哦？没有啊，有条纹衣服啊，就是。哦。哎、欸，那我是不是要去买一个类似猫的样子啊？你可以去买那种有那种头套之类的、啊。嗯。你是说斑马吗？斑马啦。还是虎皮的？看屁呀、啊！玩游戏呀，看屁呀、啊！传统，来一次就不来了呢。喵喵喵！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啊？好恐怖，我觉得害怕。好了，那我这边是按这个嘛，下载，然后一样盖过去，储存。那我们再换到，等一下、哦，这个打开，我们回到这边，然后点这个。点这个开启，那在这边预览。哎呦，可以哦。那再来就是点转换，转换成这档名应该可以改掉，没关系吧？这个就叫，这个叫什么？哈妓女仆，怎么是妓女啊？白痴哦！我每次打哈妓女不都会跑出妓女，然后我们点动作上传，选择，白痴哦，我以为这个嘛，开启，啊，这什么意思？这不用理他吧？驚，可是驚不是歌一啊呢，驚是，那你念的会变成你要嘎西人呢？上传，传统。哎、欸，现在没有颜色是正常的吗？问一下哦、喔。好，那我存喽。现在看不到颜色是正常对吧？
然后你不要说，哎，不正常啊，应该会有颜色啊。我就哇，我的妈！我就说我是很多意外性第一的人，很多像鸡王啊，或是一些什么一些状况都发生在我身上。我错了，很奇妙，团团哦，有，我有存到。啊？那我发布喽。发布。哦。团长，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团长，哎呦呀！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哎，没有啊。这边也没有颜色啊，我去改一下编辑。空语吗？空语。储存。还是要等他转一下才会有。团总，你怎么来一次？看一下哦，字幕，自动翻译，中文繁体，哦，没什么可以调了耶。对啊，没有了耶，就不来了呢，团长。哎呦呀！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他那个铁什么客人就不怪吗？没有，你先回答我，这样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还是要等他？没事啦，没事啦。我想说，多学一样东西是好事，只是头很痛而已。储存，然后转换成 YTT， 自动下载。上传是 FB 字幕，我还想要上传 YT 的字，颜色不会在 YouTube 的编辑机中显示，但会在你发布显示后。使用 YouTube 字幕编辑器编辑字，使用 YouTube 字幕编辑器编辑字会令字幕消失，这不正常啊。所以怎么办？看一下哦。啊，按错了，白痴哦，重新整理。是上传，我看一下哦，上传 YTT 档，上传 YTT。动作，编辑，哇，那个世界帅，你好久没出现了。上床答案，编辑选择 ，YTT 档，开启，上传。没关系，发布编辑内容，发布。哎，有了，就不来了呢，团长。哎呦呀！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怎样？那个铁什么客？哈基的颜色不对。你怎么来一次就？哎，那个哈基的颜色。对哦，来，哈基的颜色，那个谁给错啦？哈基9893，哈基的颜色错了，再给一下水蓝色的，拜托。
那个我刚刚这个是谁？那个是马蹄给的。我刚刚想说就复制马蹄的，相信他。结果，换一下哦。哈记如果用这个看看，我看看那个谁，牛奶给的，哈记的，然后储存存档是。那、哦、我怎么刚刚下面这边忘记忘？你也太坏，你哈记给他用绿色的。哦，马田你这样不行哦，你这坏哦。马田你这个小坏坏。没有没有，那个编码是马田的。那个是那编码是马田的啦。嘿。没事没事，不是牛奶，是马田给的，我那个是 Kobe 马田的。马田你坏坏哦。是不是有延迟，延得很恐怖啊？不然等一下都看那个牛奶是哭哭哭哭到后面说哦不是我。突然有没有就心安了一点。嗯，重新要重新一次，重新整理，在传统式发布，然后我们再来一次编辑动作，上传，选择女仆哈记，确定上传。发布编辑内容。我觉得很好笑，你们居然把哈基弄成绿团长，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团长，哎呦呀！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他那个铁什么客人就不怪吗？好，可以，那我再存一下，保险一点。这个嘛，储存，那个存档。OK， 五点了，刚刚好。话说团团颜色没有，团团的颜色是绿啊，看啊，没有。把它存着呢。有啊，团团的颜色是淡绿色啊，这是绿色啊。从你们去看那个啦，你们自己看好了，因为这个从 OBS 跑出来有点黄。没有，相信我，你们去看那个。再骗你们去看一次精华，可以吗？你们去看一下那个啦，这一部的精华。所以其实颜色是可以啦，只是从这边看是黄色的。OK， 没问题。我是不是没射到首播哦？哦有欸。可以去看哈记团团，哈记女仆的精华哦。CC 字幕有颜色。哦，白痴哦，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回来，等一下回来。编辑，不用忘记打 CC 字幕，字幕，储存。另一份作业什么时候审核吗？就七点吧，就七点吧。那在这个之中，我先去把以前 CC 字幕的那个改一改。我去找一下，有些 CC 字幕的可能都已经跑下去了，所以要找一下。报仇了。
恶心吧？还有个用语是哈基他们家才会有的。什么？你阿妈歪歪。对不对？你阿妈歪歪。我爸这边吓到，就是直接，你阿妈歪歪。哦，这一集要上七七字幕都会很辛苦，因为太乱了。难得掉三颗，这样真的会沉哦。所以其实这一集，啊、这一集不要上好了。哦、这16颗钻石这么多、哦，哪一个啊？一个中介，一个安德打了两颗以上中介钻。哦，那刚刚一起讨伐的有没有得分？有了，他回来了。刚刚那个一起讨伐，然后被别人杀死有没有得分？羊毛箱子爆了吗？现在请问有变宽了吗？干嘛？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感谢你，乞丐永远感谢你。好，等下我等下让他杀了，好不好？走吧，团团的儿子。你搬回来了，我搬回来了，在小雨的地狱门那边。哦等一下，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一家人哦。哦，你不是要去看熊猫？我不是要看，我要去那个。哇，你让我很难过，你过来，你过来哦，你过来，我很难过。哎、欸，你干嘛？你要先看熊猫才可以走，你知道吗？做什么？你说这是宝贵，我又没有要干嘛，白痴的嫌你少啊！我今天任务是跟你有关，我当然要走在你旁边，不然嘞，那你要陪我刷怪吗？走啊，我们去刷怪啊！哇，你这好像一日女友之类系列的哦。我跟你讲，你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有没有？每个人都是这个标题啊！啊，一日女友是？哎、欸，我反省你是跟谁啊？泱泱一日男女友，泱泱是找酱友吗？对啊，看我对你很好吧？那我们是不是要三人行呢？必有我师焉，必有我师焉，三人行，哎呦，哎呦，不是，重点是团团笑，团团笑得很开心哦。我那应该跟他快乖，应该在武当啊？怎么了？哇！我被杀鸡的好快啊！没有，我什么事啊？这边真的，我在上我在剪的时候笑了很多次。这里就有工作台，最棒！哈基在那边害人，害到自己死掉。在岩浆里面啊！哎呦，有点，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哎呦喂呀！哎呦！完蛋了，要晚上了，我要被拖出去打怪了。那你要帮我准备好衣服啊，男友。你在我家换绿宝石哦。他换都不能换的啦。哦，等明天啊，等明天，要等明天了。那有一个挨家挨户啊。我要死缠烂打。那我也要啦。死缠烂打。Oh my god！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打吃的，不然待会死。你在找宝物是不是啊？没有吃的吗？没有，在乱翻而已啊。我有肉肉。我又来了，又来了，哎妹，我的屁股。我有很多肉，给你打了。哇！之前打的。哇！你们要去哪里啊？他想打，他想带我去死。走，我们去外面玩。看不到海呀？哪里有海呀？我想找海。导游在哪里、啊？哎、欸，我想找海龟，你交给你了。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三角恋？好，哪里回来？好。然后这边是怎样？这边允月明明走上来了。不见了。你先让我追到。追到这边允月刚刚走上来，就说我不见了，他根本没看到我。你先跟我讲你在哪里。可是我的目标不是他。他不是我的。不是可以。你想啊，你先帮我追到他，我就是你的了。哇，我好了，很贵，哇，这个圈子，走吧，你怎么从里面出来？你躲夜妹啊！你知道外面多恐怖？你确定晚上要带我约会吗？太多了吧？你看，哇，我们好多观众啊！你还想晚上带我出去约会？你看看这些人，你真的，这个刚刚看七只吧。找不到我，太多了啦！你不要逼我，我要跟你了。哎呦，毒液使者。等一下，你讲什么？谁？江江、啊，你是说中介使者还是？中介使者，中介使者啊。
那我都我剪掉了啊。啊哦，什么中介使者？啊，中介使者啊，这边跳针干嘛啦？就中介使者啊。为什么你在跳针？你刚刚说中介使者四个字吗？是你的任务对不对？不要怕，女友我要分你一半吗？我拿出武器了。你想分我一半吗？想分我一半。这边只能分你一半呐、啊。这边其实我任务结束了啦。只能分一半啦。如果被猜到的话。中介使者。至少有一半呐、啊。因为这边任务其实我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应该不用分。你要是不是看着我吗？因为大家都是讲安德啊，是要完成任务之中之前被猜到才行。我知道那个名太长了。那大家现在讲安德啊。所以我刚才躲躲夜妹的同时，顺便在弄这个啊。哦，原来在弄这种。哪个？我要看，我要看。可爱。哎呦喂啊！哪里？那就留在你家。是要泱泱讲出这几个字哦。对，我的任务是泱泱讲出中介使者。很难呢、欸。那你成功，你不用分吧？没有，他刚猜了啊。猜出来了。他猜出来了。对啊。我刚才在躲，一直在躲。哦、哇，好了，分你。刚刚有一个就说你怎么从这边走出来？我就说我在躲夜妹。我想说你去我家拿什么是不是？哦，不是，是那个东西。那个钢铁粉丝又来了。那我放那个任务其实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难，因为难呢、欸。对啊，就讲安德。安德，我都讲安德。大家都讲安德了啦。很多人快啊。很少人讲中介使者。对啊。就像哎、欸，熊猫团团在哪里啊？啊，你要打怪吗？你要打怪，那你要保护我，希特酱油，哎、欸，希特酱油，不要打怪，阿团团在哪吗？忘记我的，我叫你要干嘛？对不对？自由过度，我是个不受拘束的男人，不行。来，我们后面多了一个人。哎呀！哎呀哎、欸、天哪！哎、欸，我觉得哈基的任务不太……不会，哈基的任务是这个吧？我解完了，真的假的？对，我解完了。哇，哦、真的那么快啊？影月猜吗？我的任务是要让影月至少跌落半颗星。你又想我？哇！男友保护好我，男友去找苦力派，男友。男友，去吧。嗯，加油啊，女友！男友，啊、我帮你磕啊！男友救我、啊，男友，我啦，我们射啦！哦哦哦，要许我这里怎么、啊、就很刺激啊！哎呦，哎呦，什么射你女朋友？不好吧？哎，你在讲什么？有点太虚哦。好好讲话，好好讲话。太多怪了！阿爽，你不是也要解任务？酱油，你这样不行。啊，对啊。哎、等一下第三分，男朋友、女朋友，你有。你有这么快？孤单的，我觉得孤单的。没关系，你就继续孤单，没关系。可是我要死了，等一下，我要跑了，我要跑了，我要跑了。跑了太多怪了！被入侵了，被入侵了。我这边笑到画面在抖，直接被烧死了！哇，报仇了！哇，蓄意杀人呢、欸！害我的女友，可以了，换一个吧，换一个，换一个！哇塞！女友，你快死了，女友！我还活得好好的，我血很多，不怕。这个女友，女友太牛逼，女友太牛逼！我死了，我上不来，我转头好几次冲上来。哎，女友怎么样？我陪你一起找海呀、啊，谄媚玩的很。哎呦，好啊，那找，就是找女友陪你找。又天亮了，我很难。天亮了。你从我们上，你该不会是要我被炸到吧？然后至少半颗星、之类的。哎、欸。等一下，外面有人是被鱼咬，哎、欸，等一下要不要救你？那个外面的泱泱，我有点，这里泱，回来泱，我要 TP 你，泱，看到我，这里有个洞，碎啦，碎啦，碎啦，哎，可不可以有人要讲碎啦？怎么又是丛林的啊？我的女友，
你们要不要出来？你刚刚说我们在玩车，为什么？为什么你烧起来了，男友？我要自由，烧起来了，不给你自由，好乱哦，要自由，贵圈真乱啊！所以杰克，你真的不跟我一起来啊？不要劝他啊！你刚刚不是很想要找我吗？怎么现在不想要的嘞？奇怪的地点我不喜欢哦。他不喜欢人烟稀少的地点，不安全。不是啊，奇怪的地点这样才有新鲜感嘛，对不对？哎呦，新鲜感哦！哎，团团，你这样不行，这样是追不到女朋友的。没有啊，搞不好有人也是很喜欢新鲜感。没有啊，他搞不好都是要追男朋友。你学学酱油。杰克，你喜欢新鲜感吗？我喜欢怀旧的感觉，这样可以吗？原来你是喜欢怀旧感。你哪把歪歪？歪歪。再看一次，不行，这样是追不到女朋友的。没有啊，搞不好有人也是很喜欢新鲜感。没有啊，他搞不好都是要追男朋友。你学学酱油。杰克，你喜欢新鲜感吗？我喜欢怀旧的感觉，这样可以吗？原来你是喜欢怀旧感。你哪把歪歪？歪歪。波波，好啦，那今天到这边吧。那我们晚点再审核另外一个啊。我先把其他的字幕颜色上一上。那感谢今天收看啊，感谢马田，感谢大家，感谢帮我上西西字幕的你们。那我们晚点见喽，大家拜拜。波波都会看首播啊？繁星是在叫我吗？嗯不再看一下歪歪也是很喜欢新鲜感。没有啊，他搞不好都是要追男朋友。你学学酱油。杰克，你喜欢新鲜感吗？我喜欢怀旧的感觉，这样可以吗？原来你是喜欢怀旧感。你哪把歪歪歪歪好啦，拜拜。